爱小朋友用上精彩、上可爱歌舞表演来表达因心中的感谢，因为今年因收到儿童节礼物，又阁是因上爱吃巧克力。儿童节快乐！今天很快乐。为什么快乐？我们要谢谢镇长，还有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那么努力，我要谢谢他。喜不喜欢那个巧克力？喜欢，因为巧克力很好吃。哦、所以你很喜欢吗？连续第五年，斯巴杜西文教基金会赞助玻璃顶全顶国小以下孩童的儿童节礼物，为着让小朋友感受到这份礼物的价值性，嘛为着过去两年来基金会鼓励囡仔认真读册所收到的效果，巧克力礼盒不但重新包装，分量嘛比往年加了一倍。也办了很多的这个阅读的这个护照，然后所有的小孩子呢，展现了这种阅读的能力呢越来越强。所以在今年呢，特别来鼓励这些小朋友的认真，他们的用心。所以呢，我特别呢，在这次的这个巧克力呢，加大加量，让所有小朋友感受到，我们所有的产业其实是对他的这个关心关爱呢是不断的。玻璃顶顶周义雄特别颁奖感谢状，代替全镇的小朋友向基金会表达谢意。这堆堆甲拿山的巧克力，全镇7775位小朋友，一人拢有一份，价值超过200万。公所经财政的困难，没有办法用实质的买的一个适当的儿童节礼物，所以说我们感谢每一年都8000到10000份的这个儿童节礼物，是一个非常经费庞大的一个数字。企业的形象是靠平时一点一滴的来形成，而且某师傅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，这种精神、这种想法是非常的难得。过过两天就是儿童节啦，这么多巧克力，今仔日嘛伫现场一一交邮进来每一间学校，伫儿童节前分送到每一位小朋友的手中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快乐哦，哈！来，准备好。